网民单挑 ATV， 阿士伯人齐接招。香见嘅体魄，无比嘅勇气，自称户口得四个先，仲要冇女朋友，成就单挑阿士嘅勇者。马太，马太，咁我谂大概等多等多几分钟开始咧，咁我哋就会开始示威啦。唔系我哋，系我啊。可惜啊，最尾真系得佢一个，一众嘅键盘战士潜晒水了。古有赵云单枪百万军中救阿斗，今日勇者单挑阿士百人露两手。而家你准备好，你系开始得噶。开始 ，Action！ 勇者就话系唔满意，香港观众冇得拣，阿士好好招呼噶，搵成百人嚟整首阿士台歌先。圣生仲亲自领军翻跳江南 style， 不过勇者都唔弱。你系呢、這个病电电台喺度读书，政府总部乜嘢都话俾佢全部玩晒，究竟佢哋有影响点？俾又唔俾竞争？周东垃圾咁都冇人啊，踢佢走啊啦，行啦，加埋啦，换正军啦。你绝对跳得好过曾哥啦，后面个石雕连自己台表演都唔睇咯，咁有气势，阿士伯人都要跟你学下嘢啊！今日咧就系、是有网上面有网民咧就喺互联网召集咧，话今日咧有500个人咧会嚟亚洲电视咧就去、抗议嘅，好多嘢咧互联网上咧就唔可以尽信嘅。要信咧，都信翻香港大學嘅鍾庭耀、先生嘅博士嘅、民意調查六四開，佢仲乘機數錯魔童添。咁樣咧，去攞一啲好多裏面機密嘅資料、商業嘅資料，連嗰啲影印咧，影印機都影印到壞咗啦，就基本上，咁就將呢啲資料一箱一箱咁車走。咁而家佢仲用呢啲咁樣嘅 ATV， 屬於 ATV 內部裏面嘅機密資料，裏面一啲數據去做一個電視台，同我哋惡性競爭。呢、这个系咪喺职业操守有啲问题呢？魔童唔认呢啲指控，讲明走嗰阵冇带走任何资料啊！阿士仲惊大家听唔够，喺6点新闻第一节广告足本播多次啊！阿勇者咧今日会去埋 TVB 机嘅，咁勇敢又为大家，值得鼓掌啦 ！TV Buddy 准备接招啦！